最想念记忆里面永久的北极几圈，太阳和雪缓缓落在眼底瞬间，不能够飞到从前，飞到崩塌那天太遥远，至少眼发现一切都让人窒息，我忘了呼吸，来不及呼吸，慢慢的默默的沉入海底，谁会在意曾经遥远的爱情。讲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，就是美秀集团其实是有要参与秋奥的，只是我发现 get 到的人并不多。就是我前几天偷那个 line up， 我要写一个喜秋集团 ，Amazing Chill，Amazing Chill， 对，那个算是我们吧。哎，怎么都没人笑？对，真好笑哎。然后我发现，这样我偷了什么？因为一般来说，音乐季再怎么样，偷美秀集团可能至少有一两个人会说哇美秀哎，我不敢说很多啦。对，但是秋奥偷的时候，就是大家没有什么反应，显然是没有接到我们这个梗哈。对，好，秋奥部分讲完了，我想要讲一些感性时间的事情哦。以下这些话本来是金曲奖，如果我得奖的话。血肉果汁机的那个得奖感觉实在太好笑了，我被娱乐到的当下，我就觉得干，我讲的这个一定超无聊。还有那个这是我应得的，太棒了。还有那个莎士比亚，哇，对，我要讲的这没有那么棒，我要讲的是说，我第一次接触到啪啪这个活动是
那个我们的 show director 就是八宝山多色保安大王，还有接下来这一场你们已经买不到票的 show director Chris， 然后他算是 Papa 的主要发想者之一，然后他那个时候给我看2015年而已，我们是16年开始玩，2015年 Papa 的 line up，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，哇，有一半以上的团都已经没有在运作了，然后那但是那个时候就有看整个完整的影片，那影片超长的，而且配乐全部都是随性的歌。然后就是你看完2015年啪啪的全记录，你会被迫听完半张那个良琴，对不对？被迫听完这样。好啊，消毒蛋糕。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，我们现在能有一个这么幸福的场景，就是说，好，你有一个乐团，你组好，然后就会有地方让你表演，然后就会有专业的技师、专业的音响，然后所有的人都是专业的，然后你可能也能够一步一步的，好比说从 Revolver 从 Pipe， 然后到 The World 到 Legacy， 然后一步一步的站到这里，就是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太幸运了。然后就是15年的那些团很多都没有在玩了，但是我想谢谢他们，就是那个时候有在玩团的人，甚至更早有在玩团的人，就算他们现在做不同的工作，就算他们现在甚至也没有在听独立音乐，但是是因为他们，我们才可以玩得那么顺利。就是因为他们，你们现在才可以那么容易的听到表演，这全部都是累积。对，所以我觉得 Papa 隔那么久复活，就是我最大的感想就是这样。虽然团换了一批，但是整个产业已经有了巨大的成长。然后谢谢 Street Voice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真的比血肉的稍微无聊了一些？但我真心真言，因为血肉不会讲这个，因为他们是打拼的一份子啊。对，他们的团，以他们的团龄来说，他们是建造这些一份子啊。我们是那个躺着的后人乘凉，他们前人种树，我们是后人乘凉啊。对对对，好，接下来最后就是 party time。